醒了。怎么这么晚啊？你喝酒了？晚上陪客户，稍微喝了一点儿。辛苦了，洗澡去吧，我给你拿东西。等等，我有礼物要给你。好漂亮啊！这里面还有个小熊。嗯，老婆，白天的事是我不对，我已经想通了。阿姨呢，你就踏踏实实的用；工作，你就放放心心的找，我不会再有意见了。真的？嗯。我以前啊，总觉得外面工作那么辛苦，担心你受委屈，所以我想，要不干脆我就直接把钱挣回来。但是我却忽略了，我们小狗子也是那么的优秀，也有那么多的理想要去实现。所以啊，你就放心的去工作，家里的事交给阿姨，挣钱的事呢，就继续交给我。谢谢老公理解我。老公肯定要理解你啊，老公不理解你，难道等着别人来理解你啊？瞎说什么呢？这个是永生花，哎，一般的花店买不到的，你在哪买的？这家花店是新开的，哎，这花店啊，可是你老公设计的。真的？嗯。今天晚上的局也是为了给他捧场，你要是喜欢啊，以后他们家的花就给咱们家专供。于姐，你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这图纸上面有几页，你连单位都标错了。成本核算那边出来的结果比预算多出了15%，全被审计给退回来了。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？你最近的工作状态总是浑浑噩噩的，家里边有孩子这我知道，但是你也不能耽误工作搞这么大的纰漏。对不起啊，主任。我，行了，你也不用多解释了，赶紧把图纸给我改好，耽误了工期，你负不了这个责。好，我马上就改。哎，李阿姨，这么早下班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宝爸，可能是我做的不好，宝妈不太满意。那我就先走了啊！啊，辛苦啊！哎，老婆，刚睡着。
几天啊，咱们都换了多少保姆了？别提了，他一边给晨晨喂迷糊，一边给自己剪指甲，我发现了还不承认。这郝阿姨真是太难找了。出来吃饭吧。我这忙得没来得及烧呢，想吃什么就给你烧去。不用，现成的，走吧。妈那儿蹭的。啊，妈说果果带孩子辛苦了，说以后这饭菜她全包了。来，快吃吧。要我说啊，这阿姨怎么找啊，也找不到称心的，不如直接让我妈来得了。老公，我之前都跟你说过，父母没有义务帮我们带孩子的。是，但再怎么说，我妈不也是免费劳动力吗？不用白不用啊。你可真孝顺啊，蹭饭你也觉得理所应当是不是？好吃吗？以后别再让妈做饭了，她照顾爸已经够辛苦了，还得伺候我们，心里过意不去。所以要不，咱们干脆搬过去得了。这不都省事儿吗？啊！你的意思是我的问题了？我的意思是，所谓的家庭矛盾，它只不过都是误会，它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你没有必要把它想得那么复杂，把它想得那么严重。不是玉姐，我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说你是天真啊、单纯好，还是健忘。我坐月子的时候，我妈连病房的门都不让你进，你忘了？她处处为难你，你能接受吗？我能接受啊，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啊？你不就是想说你临产那天，我爸我妈玉言都让你受委屈了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不委屈吗？是你委屈，都是你委屈，错在我，我没有履行到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的责任和义务。可这关我妈什么事啊？她只不过也在履行她作为母亲的责任和义务啊。我现在没有在跟你争论谁对谁错的问题，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吃一堑长一智，我不想再麻烦任何人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，都有自己要履行的义务，但我不能拿晨晨去赌，你知道吗？说到底，你就是在介意所有人都忽视了你。果果，你能不能放过你自己啊？啊，你不满意我坐这儿坐那，又不让我妈来，行，没问题，听你的，咱们找保姆。保姆找了也不满意，不称心，那咱们就换到现在，日子过得乱七八糟的，这你就满意了吗？谢谢啊。晨晨真的没事吗？我刚才那一跤摔得这么重。放心吧，医生都检查过了。都怪我，我就不该跟你吵。是我大意了，我不是一个好妈妈。就是个意外，不是你的错。你那么努力，希望家里每一个人的日子都过得舒舒服服的，
减少不必要的家庭矛盾，减少我的工作压力。我不仅没有体谅你，还那么说你，是我不好。想回家是吧？马上回家了啊，果果，马上就回家啊。看，要不我去了吧？别啊，去吧，明天我请半天假，在家里带孩子。好了，站起来。哎妈，怎么了？这么晚打电话？想孙子了。那晨晨小朋友家属，哎，在呢。这个落了一张病历单啊。病历单？晨晨怎么了？没有。你们在医院呢？哪家医院？我说我这眼皮子今天晚上一直跳起来没完。没有妈，那个你别管了，我们这儿自己能处理得了。真的没事儿？那你们去医院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明天早上我去家里检查啊。你们俩也真是，两个大活人看不好一个孩子，还不让我看。你说你们倒是上点心呢，怎么把孩子看到医院去的？哎呀，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们马上回家了，放心吧，都没事儿，挺好的。让他师哥给叫走了，快进来。哎，你的脸色可不怎么样，上床去歇会儿去。我没事呢，妈，你别脱了，你放那吧，一会儿我来脱。哎呀，玉见都跟我说了，为了个面试，好几宿不睡觉，身体哪吃得消啊？听话，上床睡一会儿去。一会儿我做晚饭啊。妈，您照顾爸都已经够辛苦的了，你以后别跟我们做饭了，我们可以自己搞定的。坐下，坐下。果果，我跟你说，照顾他，照顾你，我愿意。玉见说还没找到合适的保姆啊，不能太挑剔，那没法跟家里人比，对不对呀？要我说，那你找不到合适的保姆，你还不工作了呀，对吧？面试试的怎么样啊？说下周会给我发入职通知书。果果，果果最棒了。哟，发烧了？你自己不知道啊？没事的，妈，睡一觉就好。躺下，赶紧给我躺下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就这么要强？你打电话跟我说一声，那我能不管你啊？来，这孩子，我去给你弄点那个生姜水去啊，歇会儿啊。谢谢妈。
上海公车总经理魏永辉，吴总。吴总你好。你的策划案我看过，很不错啊。谢谢。坐吧。哎，夏果，我这个代理总经理到期前还想再做件事，得听听你的意见。陆董您说笑了，你有什么吩咐直接下命令，我执行就是。哎呦，回答得这么爽快，市场部总监就这么好当？您的意思是要提拔我当市场部总监吗？有信心吗？信心当然有，只是我的资历够吗？在我们好位从不搞论资排辈，而是任人唯贤。经过这几个月近距离的考察，凭着你的业务能力、你的人品情商，再加上你的勤奋专注，市场部这副担子啊，你肯定能挑起来。好，既然陆董这么信任我，我一定好好把这个担子挑起来。我就喜欢你这份爽气。太好了，那就祝咱们合作愉快。一定。HR 在 email 里面跟我说，他们的董事长跟你面试之后很欣赏你，希望你早日成型，你可以订机票了。为什么这么急啊？国情，我也有事要和你说。三川，六点见。请慢用。谢谢。哎呀，最爱这个豆芽了。心情那么好。看来不是一般的好消息。那你猜一下是多么不一般的好消息？你升职了。真的是，什么都被你猜得透透的。对不起，怪我。重来一遍。你升职了，恭喜你，夏总监。才2年的时间，终于得偿所望，厉害。你这个演技啊，影帝。我干了。好啊。你觉得我的志向只是当总监而已吗？你的志向相当的远大，但是我可能不太建议你继续往上走。为什么？你可以自己做老板。年初的时候是谁跟我说我的资历还不够的呀？如果做好位的高层，确实资历差了一点，但是如果你自己做老板，只差一个适合的机会。真的。自己做老板当然好啊，但是如果我做了老板的话，那你一天24小时都找不到我人哦。那到时候谁陪你吃饭，谁陪你风花雪月呀？对，你说的对。夏总监吧，还是夏总监好。
我呢，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，我希望可以一直这样下去。哎，对了，你要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嗯，你微信不是说有事情要跟我说吗？啊，哎呀，忘了。那你那个工作上的事情怎么说呀？有结果了吗？嗯，还在沟通当中，快。嗯，一定是好消息，到时候结果出来了，给你庆祝一下啊。好啊。你下厨哦。嗯。你已经发过来了是吗？啊，行，我现在查。我电脑呢？帮我看一下电脑在不 ？OK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我现在查，我现在查，我会尽快的。对，我知道。好好，我现在，我先挂了。新加坡的 offer 已经出来了，对，刚发过来的，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所以你今天是想跟我说这个事情吗？是的，但我没说出口，是因为我怕扫了你的兴，因为你刚升职。怎么叫扫我的兴啊？这是大事，你为什么不说？而且是我对不起你。我光顾着让你陪我，我都忽略你这么重要的事情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有很多选择，我需要取舍。只不过这份工作，薪资、职位都吻合我的预期，就这么简单。不用说对不起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当初应该是我离开好位才对。不，不然你也不会这么折腾，还要跑到新加坡去。夏果，夏果，夏果，我离开是最对的选择，你。就像我说的，继续在好位锻炼两三年，然后等待一个机会出来，那个时候我出钱，你做老板，不受任何人的摆布，明白吗？这就是我们的计划，嗯，好吗？我跟你一起去新加坡。你跟我一起？对啊。去新加坡？怎么了？你不想我跟你一起去吗？我考虑一下。哎呦，我不管，我不要跟你分开。我是去工作的，我没有要跟你分开啊。不是这样的，异地恋它不靠谱。我现在交通很方便的，我随时可以回来，每周都可以回来一次。你想来看我，随时也可以去。可是它就是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啊！我不想要这种可能性，我只想要你。我对我有信心，我对我们的感情更有信心。可是我就是想要待在你身边嘛，我就想你在我身边，你懂吗？你刚刚晋升市场部总监，然后就跟我去新加坡。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挺新鲜的，但是时间长了，新加坡就那么大，你很快就会玩腻了。那个时候，你到处去找工作，从零开始，四处碰壁。你喜欢那样的感受吗？这些你不用担心，我就是怕你冲动，所以没有敢告诉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是不想我去新加坡工作，还是不想我跟着你？我的意思是不想让你为了我而丢失了你自己。丢失自己？这怎么就扯到丢失自己呢？我也可以去找个工作，我不怕辛苦。薛雨明，我想问问你，在你的未来里有我吗？你有想过跟我结婚吗？你觉得呢？
我在问你。这是两码事儿，和我们现在聊的。你不敢回答是吗？这个时间点我怎么回答你？我想听。我回答不了。我以为我们是同一种人，从乐山来到上海，一心扑向事业，所以你应该能理解我现在的处境和选择，更何况我是一个男人。你不懂我。为了我而丢失了你自己，薛远明，我想问问你，在你的未来里有我吗？你有想过跟我结婚吗？我回答不了。虽然你眼光真好，这枚钻戒是我们经典的六转 setting 系列，而且有2.88克拉。小姐，要不要看看钻戒啊？最近我们新到一批成色和净度都非常好的钻石，设计也很经典，结婚求婚再适合不过了，可以拿出来给你们看看。先生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我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。你不喜欢异地恋是对的，我的问题，我自私了。其实我一点也不害怕到新的地方生活，更不怕重新开始。我怕的是我们的关系会回到零点，甚至会失去你。所以能给我一个机会吗？跟我一起去新疆吗？哪怕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不重要，我养你，因为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你。你愿意吗？
一切又会是怎样？人生处处充满着勇气和运气。于是我们做足了准备，每天都在练习分离。然而最终，分离却是以突如其来的方式降临，令你措手不及。而比起分离，更难过的是没有好好告别，就一天各一方。你妈妈一直不敢让我告诉你，她查出这个病已经快一年了，就是不肯做手术。医生说，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。我想，再不叫你过来，怕来不及了。等他醒了，你跟妈妈说几句话吧。
妈，这几天辛苦您了，我实在是顾不上晨晨了。哎，你妈那边的情况，你随时跟我汇报啊。啊，好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喂，说话。啊？也，那不是在水槽旁边的柜子里吗？那么大字你看不见呐？哪儿疼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你忍着吧，我没空搭理你。果果，现在身上钱够不够啊？回头我明天给你取一些啊。不用了，妈。妈，一会儿你吃完饭就赶紧带着晨晨回去陪爸爸。你不用管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您带着晨晨回家吧，我跟玉姐收拾收拾，一起搬回去住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可以抱住我们大晨晨回家啦？辛苦了，妈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快忙你的啊，忙你的，我可收拾了。晨晨呢？你要回家吗？你也高兴啦？醒了，妈！妈，我让你郑叔不要告诉你，他还是告诉你了。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，我不想给你增加负担。你怎么总是这样？我是你的女儿。你以为你这样我就很感激你吗？老婆，别这样。我从来都没想过让你感激我。在你眼里，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。我这辈子一直都在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儿，从来都没有委屈自己。可是人呐，这辈子总归还有很多后悔的地方。我最后这一年，我尽量做一个好母亲、好外婆，对吗？果果，妈，我们都明白，果果也明白。晨晨好吗？好，我妈带着他，你放心吧。你们俩都年轻，今后的路还长着呢，不要给自己的人生和工作太大的压力。玉姐，我把果果托付给你，我就放心了。你们俩好好的，把晨晨养大。
的每笔房租他都没动，都存在卡里了。房子在他生病的时候就改了名字，是留给你的。现在这上面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。走得那么突然，我在病床前守了好几天，他就没有再睁开眼睛过。你也别太自责了，他肯定不想看到你这么难过。他走之前没有一句是责怪你的话，他哪怕醒来骂我两句也好。他看到你有今天的成就，会为你开心的。成就？什么成就？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开，却无能为力吗？现在连他也离开了。他走之前跟我说，他是一个自私的母亲。但是这辈子他活得无怨，因为他做了自己想做的选择，没有后悔和委屈。是啊，他过了自己想要的人生。我们呢？选对了吗？我们当初站在命运的交叉路口，不也都做了自己内心的选择吗？是啊，都是我自己选的。他还说，人生的路，不管选择什么路，都有可能会有后悔，但是认准了。结果的，让我不要害怕，也不要后悔。如果一切还能重新选一次的话，你还是当时那个选择吗？人生没有如果，一切无法重来，我们都要向前看。